我在香港拍戏的时候，因为我对这种东西没有，其实本来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，但是刚好经过一个卖水晶的店，然后可能，然后我就觉得它然后在感应我这样子，我就买回来了，所以今天就死都要把它带在身上。是什么石头？忘了，它就是绿色的石头，因为有一个之前上一个 podcast， 它是吗？还是青什么的，哇，算是一个幸运物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去上一个 podcast， 那个他是一个算命的 podcast， 他说绿色对我好。那段时间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没有在想什么，但我在看高医生的表情，因为如果是我的话，他的表情会不一样。第二十五届台北电影奖，然后我就他就这样。哦，那我就觉得，那应该是。月公休，傅孟博。今天会睡什么？我今天就不用在遛狗的时候继续在那边预言。对，拿着空气奖杯了。是拿真的奖杯了。这次可以拿真的奖杯。对，他们还没刻字，之后就会寄给我。好的，经纪人跟今年台北电影我还没看到他，他被困在里面。我很感谢评审在。在我这个阶段，再给了我一个鼓励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30岁，我记得我在台上讲了一个感言，是我的演员之路才刚开始。但我觉得我在台上如果拿了奖就讲我的演员之路还在路上，我觉得有点恶心，所以我就没有讲。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，在路上，然后他给了我一个。肯定，包括大家看到的半身啊，我觉得很有力量，但是我还是很相信我自己给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，也很庆幸我给的东西大家是喜欢的。那我就是觉得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